回眸来时路，旧法用新知。大家好，我是赖瑞麟。瓷器现今的发展是众人所成就的。回首当年，瓷器从30位家庭主妇开始，在那个年代，制业的推动主要是以女众为主，我们称之为瓷器委员。当时参与的男众师兄并不多。一直到了1989年，保全组成立之后，才开始逐渐发展。从此之后，刚柔并行的两股力量，让瓷器的善行之路走得更为稳健。雄壮威武的歌声传唱出瓷城队的精神。目前全球一共有3万多位瓷城，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。在瓷器的各种活动中，总能看见他们默默付出的身影。他们是瓷器的护法金刚。这样的成长源自于8位男众的出现。到底那年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当时的本尊黄永存师兄来和我们分享。师兄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全球观众大家好。师兄，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啊，真的是历史性的照片啊，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照片里有什么人？最左边是我那时候量了2撇胡子哦啊，再下来是王端正师兄，再来是陈仲弼师兄，再过来呢张正雄师兄，蔡金胜师兄，那是上人，后面是简新智师兄，简新智师兄再过来呢王明堂师兄，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陈赞辉陈教授，再来是蔡木春蔡师兄。哇，其实就是这8位菩萨啊，是我们慈城队的缘起有很大的关系。到底要怎么说？我想应该要从怎么会认识上人开始谈起。师兄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？有一次的，我们有5位师兄弟，我们到了三峡长寿山老师傅那边圆亨寺老师傅那边呢，我们就请教佛法。那请教佛法呢，老师傅呢很护持瓷器，他说：“哇，台湾来个菩萨，你们要全力去护持真美真世界。”刚从外面走进来，他在问老师傅说：“老师傅，你是说我们花莲师傅吗？”他说：“正是。那我说花莲太远了，因为以前我们叫做霍山，交通不方便。”我说：“那太远了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啦，我们师傅呢，每个月农历27号都到台北来，那你有机会来见见我们师傅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当月27号呢，他说1:30打电话给我。他说：“黄董，我们师父啊，现在来到台北哈，他3:30有空，你要不要见见我们师父啊？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所以当时啊，您看您的师兄弟3点多就赶到了约定的地点，好像是在吉林路是吗？对。那时候第一眼看到上人的时候，您还有印象吗？当时我们五个男人就哭。我们不想哭什么，真的，我当时一直掉眼泪。我以为我在哭，我们5个师兄弟都在哭。好，丈人就跟我们讲：“我们医院现在看，你们要不要回来参观？”所以那时候其实不只是在吉林路跟上人会面了，还来到了金舍。提到了这次来到金舍，看到有你，你还带着家人是吗？对，那是3个我的孩子，现在都结婚生子了。那还记得那时候来到金舍看到的情形，听说也是给您很大的震撼。对，我以前在道教的时候呢，我去参那个进香团的那个庙都是很大很大，看到我们的大雄宝殿一点点。旁边还有一个小房子在做那个工作坊，还用那个永乐豆的罐子在做蜡烛。我看到说：“哇，这里住的那么简陋，盖一个医院这么大要救人。”我说：“怎么都跟着不一样？”
哇，我都很感动，非常感动。那开示完了之后，当时我就拉了我的内人，我现在我们叫师姐了，拉了我师姐就跑进去了，我就两个都跪下去，我说师父，我要皈依啊，我找到了。皈依之后，其实更重要就是要承担了，就开始做慈济事啊，才是考验的开始啊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这个照片的一个活动的起始点，听说是护专要开学典礼。保前组是总务组里面的一个组，啊，我那时候是总务组的负责人，哦，那时候开始就筹备，啊，其实那时候男众很少，很多的师兄是师姐的师兄来参加筹备会的，哦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早期的我们的师兄，那时候的上人是要求非常非常的严谨，严格，非常非常严谨，包括我们的精神堡垒，包括我们插的旗子。那个旗子要插都是一条一条线的，远远看就一条线的，哦，高度是非常非常的严谨。不过到了活动现场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哦，像我们看到在开学的那个时候，听说还要做很多的工作。哇，我要工作，我要感恩会长会长这个早期的师兄哦。说实在话，那时候呢三天前还台风哎，那个地整个是泥沼地，我们要搭帐篷。还要铺柏油，从筹备开始到了我们现场彩排的时候，几乎不眠不休，我们经常都做到三点半四点。护专开学典礼那一天啊，有20,000多人来，交通动线要怎么规划呢？其实那时候这个动线真的20,000多名，那时候我们早上开学典礼，其实我们彩排的时候就在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技术学院，以前叫做护专。那前面一个空地呢，我们就将这个动线拉出来，因为那时候的开学典礼，接下来是我们医院的3周年庆，有200多台的那个游览车呢，我们同时在2个小时之内完全要调度完毕，所以这个动线呢，我们分个6个站牌，每一个站牌都足足停一部游览车那么远，所以一下车啪就走了，啊，下面一下车就走了，等到我们。这个开学启用典礼完之后呢，他们上车一样这样的动线，短短2个小时之内，将这20,000多名要移到我们的慈济医院去参加3周年庆。回想过去，我们也不觉得苦哈，但是都一路走过来，就觉得我们总算有一份啊承担的责任。确实是，不过当时毕竟只有8个人，虽然到了活动的现场有80位。男众师兄投入，从8人到80人，听说也是很不容易啊。我们的工作就很分配，那负责我们的安全，负责我们的交通啊，还有这动线，还有这场地，场地的布置，还有临时厕所的搭建，都是我们的师兄。那早前支队前身保前组来承担的。哇，所以你要一一的打电话联络邀请他们吗？对，一一个，有时候还要加黄。到师姐家交往，邀请他师兄出来参加，对。所以当时是人少事多，不过也从中可以感受到，在保全组这个阶段就奠定下我们师兄的那份精神跟毅力了。不但奠定精神毅力，我们早期师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，那种法亲呢，比自己亲兄弟还亲，啊，任何事情我们都全力以赴。在这群男众师兄的齐心努力下，慈济护专开学典礼圆满进行。这一天不仅是慈济教育置业重要的历史篇章，因应这场典礼而成立的保全组，更是日后促成慈诚队成立的关键。我们很好奇啊，在整个慈济护专开学典礼之后，不知道是不是整个保全队的师兄就可以开始做慈济，有这样子吗？也不尽然来，不尽然啊！那时候因为我早年呢，一个礼拜有抽3天回去我们的医院第一期工程的时候做导览。有一次我回京社，我就跟圣人报告，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们是不是男众好难得哈？这80位男众这样聚集在一起了，我说是不是找机会把它组织起来？
那上人那时候开始说都好啊，啊，我每个月的农业初一啊，啊，我都会到台中哈。师父说我来感谢感恩他们，在那一天呢，国历的10月31号呢，我们就台中，以前台中分院那时候还没盖，是那个日本宿舍的时候，那我们在那边。所以您刚才提的台中分会的10月31号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照片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一个镜头啊。对，那站在后面的那个就是我，穿西装那是我，是还有站在旁边的那个何国建何师兄，哎，就是我们那时候80位男众这样的聚集在一块。大家来到台中之后，那要怎么样凝聚大家的心呢？那时候呢，先唱那个慈济功德会歌啦。那唱完之后呢，上人就一直很赞叹，他说：“哇，你们这些男众啊，唱起慈济功德会歌哦，像唱金歌这么的庄严威武啊！那你们要赶快组织起来啊，大家赶快回去找要命名啊！”哦，所以等上人讲完呢，我们就分区讨论啦。正式命名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讲这个叫做天龙八部队，有的金光护法队，哦，哎，很多很奇怪的那个怪名字的那些名字都出来了。那上人呢就很慈悲，他就一个解释啦，他说天龙八部呢有蟒神啊，有大鹏鸟，有夜叉，哦，有龙，哦，我说我们在人间呢，啊，哦，都是人间菩萨，哦，那啊，这个金刚护法，金刚就是钻石，它是很硬的，连玻璃都可以割破的，哦，他说这样太硬了啦，哦，啊，这个东西最后他说啊，我提两个名字好不好？啊，一个是慈诚队，一个静思队，啊，再开始解释慈诚队，慈是以乐，让教护济贫，给大家呢真正的教护济贫的以乐，哦，那个诚呢是赤子之心，他说。佛弟子要有三心，一个佛的那个骆驼的耐心，狮子勇猛心，还有赤子之心，哦，所以这诚字，那再问大家都这样慈诚队好吗？大家说好，哦，那时候真正就命名了慈诚队的开始。哇，提到了慈诚队的命名，其实就是在我们看到的下一张这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一个现场啊，在我们的文化置业中心。我们来看下一张，这也是我们慈诚队的第一次精进。师兄，那当时精进一日的课程安排是什么样的内容呢？除了这个四威仪之外，行住坐卧四威仪，重点就要讲我们的慈诚八戒，啊，所以上人呢，将我将这个例子叫起来，我以前吃喝玩乐啦，怎么的啦，啊，怎么去改啊，这种。慈诚八戒的如果去调整的这个穿这一件的这个柔和忍辱衣啊，如果去调整我们的形象，啊，调整我们的心性，啊，所以啊，重点在精进一日呢，上人就灌输他的精神跟理念。啊，这是您跟简虔诚师兄，他是我们慈诚的大队长，北区的大队长，第一届，你们两位啊。在讨论的也是在公告的是我们的章程，要有章程才能做事啊，这个章程是怎么来的呢？哇，章程就是我跟简师兄是狮子会，我跟李洪石师兄呢是我们是福伦社的，嗯，我就将两会的章程那一种重点，然后那个重大纲我们抓起来，那加上了我们佛教精神跟上人的宗旨，我们就将这个组织章程这样涵盖起来，哦，那包括呢，这些包括八戒都规划进去，哦，包括八戒所有的规威仪，我们哈，哦，行住坐的威仪，我们都规划在里面，啊，这对慈诚队的那个章程，嗯。所以有戒律，有做法，听下来就是剩下最后一步，就是受证了。再看到这个历史的镜头，就是我们第一届慈诚的受证，说说看。当上人亲自为您受证的时候，而且您又是第一届啊，是一个责任的开始了。虽然说要慈诚一号一时无量，我相信呢，我们所住上人的这一种视众生为眷属的那种理念，我们累生累劫跟随上人一路走，一就是无量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呢，
慈城队呢，这个无尽灯要点燃，啊，让我们的娑婆成为净土，啊，跟随上人走这条菩萨道。那一天，上人亲自为545位经过2年培训的慈城队员正式受证，也就是在这一天，全省及海外约有5000人到场观礼，一同庆贺。而此时，慈城队的组织架构已然成型。慈城队的组织随着时间日渐成熟，所承担的工作也更加专业化。1998年成立水运组，1999年经内政部核定成立全省急难救助组织慈城急难救助队，于北、中、南、东四区设分部，平时加强队员医护、消防、山难救援、装备操作等技能，以提升慈城队员自救救人的能力。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北区慈城队的大队长李一峰石师兄来告诉我们。李师兄你好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全球的观众师兄师姐大家好。感恩师兄啊，提到了您投入慈城啊，几乎您的名字李逢石，我的印象里就跟大队长是画上等号啊、哦！特别是这个很有历史性的一刻，我们来看这一张照片。这照片里啊，上人亲自的授予你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北区的大队长。要做慈城队的大队长，当上人给你这个任命的时候，您心里的心情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哦，那时候哈、哦。接到这个上人的这个指示哈，啊，心理上是非常的惶恐啊，哦，因为这是一个责任的开始，所以心理上的压力就过来了。当然，我们做慈济是以欢喜心为主，抱着一份欢喜心。对。不过，就算要抱着欢喜心啊，大队长责任还是挺重的啊。到底大队长要做什么呢？大队长就是他的一个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协调，啊，再来就是关怀，啊，再来就是我们上人的讲座、社区，还有法会，还有赈灾等等很多的事情，都需要我们人员的调度、协调，多少人啊到哪里，多少人到哪里，啊，要替他准备什么东西。哦，都是要一切都是要想得很周全，那他们做起来会非常的用心，而且会做越做越欢喜。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的话，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年初了复兴航空的坠机意外，慈城队就发挥了很大的功能。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调度？知道这个飞机是掉在基隆湖的中间。一边是这个汐止跟内湖的区域，这个社区，一边是南港、大安、新义的社区，所以两边呢共同都成立协调中心。成立了以后，就是我们工人组也开始产生出来了，就是皇室啦，这个公关的啦，还有总务啦等等。全部都集去了，全部集合出来，那他们帐篷也弄好了，那我们也知道他们掉到河里下去一定会要衣服会湿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赶快从内湖那边调这个毛毯过来，那我们要照顾的方向是全部在救灾的人员，比如是消防队，还有这个急难救助队、警察，还有记者等等，他们在现场，因为就是冬天嘛，会冷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准备姜茶热食，准备在那边提供为大家服务，这是我们在那边。那我们在动员的方面，也到这个
松山机场那边等候他家属来。那在这个桃园的地方是由桃园的师兄姐妹，他们在那边等候，从桃园机场过来的人。哇，真的很绵密耶！听起来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不同的功能，提供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物资。这个如果没有很好的动员架构跟动员力，这几乎是很难做到的。师兄，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？听说在做金色工程的时候，就让您非常的感动。因为32周年庆嘛，那我们金色的疗房不够用，那就紧急叫我们来盖增加一层楼，啊，要增加一层楼，要增加一层楼哈，啊，我们在大家的这个同心协力哈，啊，因为我们本来不晓得哪一个是专业的，那在这样的进进出出的以后，也知道有木工的啊，有泥做的啊，啊，做板模的啊，做铁工的啊，都有。哦，那他我们会呼吁他说，你如果有朋友来，有这样的专业的朋友哈，或许亲戚，你都把他招来。所以在这个工作中里面哦，哎，大家都很认真做，但是我们的工作是交叉做的，哦，有的在外面洗石子，啊，有的在里面做木工，木工里面就做床铺，好，做地板，要同时间进行，哎，同时进行。啊，如果弄坏掉的话，哈，啊，师兄说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就来补。哇，啊，那如果外面水喷进来，没有关系，我来擦。哇，所以这个大家很合作，互相扶持之下，所以这个工期就整个拉近。当然也要很感恩我们的常住师傅，他们每天都跟着我们加班，哈，真的他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对象。那面对慈诚队的未来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呢？因为我们现在4大不调，啊，这个灾难频传，所以哦，我们要戒慎虔诚，要请我们所有的人来参加做大地园丁，维护我们的地球。我知道师兄今天要来之前啊，也和好几位师兄讨论了对于慈诚队未来的展望，休息掉自己的习气，成为人品典范，当然最重要的生生世世跟着上人，这也是您的愿望。是，今天非常感恩李师兄的分享，感恩主持人，感恩千秋慈济人。护法金刚，慈悲喜舍，诚正信实，牺牲奉献，相互成就，持十戒，修十善，护持慈济世界，这就是慈诚队的精神。今天非常感恩两位师兄的分享，回眸来时路，我们下周见。